对，还有这个临时在台北，好像都念书了才去打打球，念书了就转去念书。我觉得现在也是这样，就是他们即使在打球，就还是那样球，念书打球，对。确定要开这个学校，开始在那边租了一个房子，退租那个房子大概经历了13个月，你看了3、400学生，是不是就不累？对，这个情况。我发现到最后，这些镜头下的小朋友几乎都是那种，他们给很真实的演出，他们生活中真的就是你看，从一开始就好幸运，好幸运得到这个东西，但是前几年是不是那样？这么怎么不顺利？我们小朋友总是会在相机后面的人，相机来就大家就耶，对，然后会很想外流，但他不觉得不要拍这个，不要拍这个，不要拍那个，来拍我什么？就是我觉得，即使是小朋友过来，慢慢可能有电视的关系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性，所以他们知道相机来的时候，什么可以表现，什么不应该被拍。所以前几个月其实还蛮不错的，但是后来我们当然就慢慢就是觉得不行。说什么？问我什么都可以啊。我就是不想用。然后从一起上火车站，从你在睡着的感觉，我练球在放假的后面在，慢慢的，他们到第三天说，我相信他们觉得你的真的很无聊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又跟我上课，又不用我练球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从时间换来，慢慢让他们觉得，设计是无聊，设计后面。